对对，阿明哥，就阿明哥，就然后陈医师在 QQ 这样子，我说啊 ，Are you sure？Follow me。想到二女儿 Vivian 上星期一被求婚，吴宗宪坦言当时接到电话很震惊。啊，那也对不上，那真的不得有点快啊！我站在原地，拿着手机挂了电话以后，站在走来绕了才十几分钟。吴宗宪心中有些不舍，但也提到男方是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的外甥，已经见过很多次，还 OK， 就是有见过几次面。嗯，对。然后这几天呢，特别安排了一个要说要吃饭。哦呦！但吴宗宪开玩笑说，这顿饭恐怕不轻松哦。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钻戒的 size。OK。哦。我跟我朋友讲说，我要买一颗那个，他哎，先给他拜拜，结婚不宜现在没有人在用白钻了，彩钻不黄钻怎么样？哦，我等会那你传一颗过来一看，我说哎，这个你发过去给对方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大概6000多万。只是玩笑，但不难看出吴宗宪可是以女儿为傲。但二女儿被求婚消息为何会曝光，吴宗宪严肃起来。就他们求婚的里面，就大概就十几个朋友在里面嘛，就有这种，对对对，好，真的是渣。咋地啊？由于二女儿跟准女婿都是圈外人，宪哥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们一些私人空间。宪哥也在镜头前大方分享家里的喜悦。记者陈医生观念三区小组台北报道。